完全没有感觉，非常柔顺。好，今天小编要跟大家介绍一个韩国的新的护发技术，就是这个 New K 的极度香水发膜。然后它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我本身是染烫发，大家应该看得出来。如果我前一天没有好好洗头的话，我头发就会非常的干燥，然后毛躁，然后头发梳不开，就算梳开也很快就会打结。我相信每个染烫发应该都有这个困扰。对，所以我今天就是要直接实际的示范给大家看，说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好用，因为我自己也购入了一支。那我是建议你可以多次使用，挤一点点在手上，但我头发真的是超级大打结又毛躁。大家看，这是我没有梳开的样子，非常的毛躁，我已经梳开了。因为我用手只用一点点的护发，我的头发几乎半个头发都已经梳超开，完全没有打结，非常柔顺。用一般扁梳梳给大家看，完全有没有？超级顺，都没有打结。然后这边就是根本就超干超干，所以我完全推荐这一款。里面有三种成分：玫瑰果油、蜂王乳，还有高浓度的咖啡因萃取。我觉得这个东西非常值得买回家。